将不辞为林采呀。公明金鸡鸡鸡鸡所呀上下天哪好不好谁哟谁哟最近呢我还好这几年来这个这几年来还好天美文啊就有咱各位姐妹姐啊跟咱同学去鼓励慢慢听来跟咱教导那么咱同学用这个贴心出来我希望很多这些所以那修很多要看一要点
拢上有缘。现在呢啊，秉着自己的良心呢、啊，我们现在以现在目前的状况、做法、想法，我们可以成佛吗？大概呢，都只有希望，希望成佛。那希望呢啊，成佛的那个哈、哦，把限度就不高。那只要研究啊。啊，心理心法能够明心见性，那成佛是百分之百。从自己的心底、内心深处发出来，绝对可以成佛。就有这样的信念，了解得很深，所以那个经历台北，所以有那个十二分之就是啊，上天承认。你有不管是现象非常的可怜一起啊，这个浪不管他是跑过来还是我们跑过去啊，当我们的眼睛闭起来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怎么办？赶快各归本位。所以明心啊很容易，所以明心啊很容易，容不容易？眼睛